当我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，我还不知道何处是尽头。这趟征程注定漫长、曲折而反复，直到狂风席卷了孤独，直到战斗的号角冲破了绮梦。 如果你问我是什么支撑我到了这里，是信仰，是勇气，是未来。PlayStation。